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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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请拿起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今天继续讲，上次讲到17分啊，这讲到说。菩萨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应当生这样的心，应当生我应灭度一切众生。但是呢，灭度一切众生完了以后呢，就把众生都度尽了啊，众生都度尽了以后，再以智慧照料，没有一个众生啊，实在是灭度了，实在是。第一个被我灭度，第二个他灭度了，也就是说，第一个是实灭度者，第一个是这一句话有这三层意思啊，不是两层啊，没有一个众生啊，是我实灭度他了啊？为什么？众生自度啊，众生自修、自证、自度啊，以依法故，以依法故，所以能够自修、自证、自度啊。所以，如果不依法的话，谁也渡不了他，佛也渡不了他，佛也渡不了人，但是有法，法是一个重戒，是一个利器，就好像人以刀剑，以剑杀人，那真正杀人的不是那个人，真正的那个实际去把那个人杀死的是那支箭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是箭把人杀死啊。那但是当然呢，一定要有这个众生的缘，这个人有人执那一把箭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一把箭就容易杀人嘛，对。那如果没有箭的话，要把人杀掉是比较困难了啊，所以有法就容易度人，有法就能度人，那有法就能自度，那有法当然要依法如法啊，如法修行。所以我并没有实际的灭度他，我只是给他法啊，那他修了。第二个呢，他实有被灭度或实有灭度啊，并没有实在这回事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没有，甚至佛不涅槃，涅槃是示现，涅槃是一个全法，这样的话，全法是暂时的。暂时的啊，所以即使阿罗汉入涅槃也是暂时的，所以就化成嘛，对不对？让他休息一下，老人家累了嘛，对不对？歇歇吧啊，这样子，所以就化了一个涅槃城，让诸位老人家歇歇啊，这样子，那有力气了再回心向大，然后
到如来宝所这样子啊，到菩提宝所，哎，菩提路胜遥啊，是不是？那小根小智人这个腿劲儿不够，哎哎，所以要哎打尖打尖，哎，打尖知道哈？有人不知道，这个古典小说看太少，那个什么，武侠小说也看太少，你只看那个动画，不行的。打尖就是在旅店啊，这个过宿了，这样子啊，龙门客栈，过一宵啊。所以所以第二个，他实有灭度，并没有，他并没有实在有灭度啊，灭度是暂时性的 ，temporary 啊。暂时全疑或是全假啊所限的啊，然后接着，所以没有一个众生实在是我所灭度的，或是他实在真正的灭度了，这样子。以实法而言，以究竟的法来讲，没有真正灭度。啊，不只是如来如是，一切众生皆悉如是，连阿罗汉也没有入无余涅槃啊。如果真有入无余涅槃，那么佛就说这就是断灭，但是法不断灭，这样子啊，法不断灭，科学证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说科学厉害，是科学落后了，你知道吧？啊。物理跟化学都有这个定律，能量不灭定律，或是质能不灭定律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法不落断灭，你总是在法界之中，只是移形换位，这也是圣僧武功的一招啊。好，何以故？接着讲了，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啊，好，现在进一步讲了，这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啊，这样讲是，高级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的高级解啊，深义解。我像什么？己相。人像什么？就是他相啊。众生相就是众相啊。各种相啊，各道各界的各种众生，种种一切的相，众相啊。己相是自我中心，他相是非我即他。如果不是我就是他，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属于我的，那就是别人的，那就是己跟他划分界限，这样子啊，划分界限，划分清楚，这样子，那就是分别心啊，分别自己跟他人，这样分别自己跟他人以后呢，就怎么样呢？分别自他以后呢，就有隔，自己跟别人就有隔膜，有间隔啊，所以就隔开了啊，所以就不是一体，这样的嘛啊，那因为自他相对啊，所以就对立的啊，
所以那既然有自他的差别呢，当然是以自我为主，为我，以我为主，以我为优先考虑啊 priority 啊，优先考虑。所以一有对立以后就有冲突，有冲突以后就有烦恼，对，就烦恼。所以烦恼的来源就 来自于自他的对立。对，那自他的对立是来自于自他的分别嘛，先分别然后再对立啊，因为分别以后然后对立，然后都是利害关系了，变成自己跟别人在考量的时候都是考量利害关系啊，所以有隔呢就不能达成一片，不能成为一体。所以一切人与人之间呢，如果有隔，比如说夫妻之间有隔，就不能达成一体。所以呢这中间呢就会有矛盾，对，有隔嘛，不能合成一体。那父子母女等等朋友也是一样，所以好朋友呢就至交的友好呢就没有分，对，没有分你彼此这样的，那就无隔这样的，这当然是很稀有的啦啊。因为世间人总是要提防一下嘛，那么不是有一句话吗，说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对不对，对不对，不对啊。这都是世间的人自以为聪明这样子，然后都教一些坏事情，教人家坏事，坏的观念，然后烦恼的根源，对不对，然后每个人都是一朵城堡这样子，那互相都不能沟通，而且要沟通的时候都要把那个吊桥掉下来这样子，那游泳可以啊，游泳是可以，不过里面它都有鳄鱼，所以这就是自他相隔，所以你就活得很局促，对不对，活的不是很洒脱，不是很开怀，那总是有顾忌，总是在防，那防别人攻击，所以自我防卫系统很强，所以如履薄冰呢，这样子，那很活得很辛苦，总是防着别人攻击你，活得很辛苦。所以因为要防着别人，可是你不知道那个你的敌人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，然后你常眼观四面耳听八方，然后你光是那眼珠这样转这样动，那就很耗精力你知道吧，所以就是里面就内耗，内燃啊，所以这种人不容易胖，对不对，一定胖不了，因为他消耗太多，更何况呢，不是说累人而已啊，因为你担很多心嘛，所以你那个消化系统也不够好，你胃一定不好，那你即使很会吃啊，但是呢都没有吸收，吸收不了，因为什么呢，因为你五脏六腑都很忙，忙着防御外敌这样子，是不是，所以有一种想象的病你知道吗，疫病者，这个、有一出现代剧啊，就叫疫病者，奥古缪下，就是疫就预测的，想象的，想象自己有病，那这种人现在很多，然后一天吃好多种药啊，那所以这个，所以他为什么要吃呢，他就是防卫自己你知道吗，
所以那个已经不是外敌了，是内敌，你知道，认为自己里面有毛病，有间谍在里面，哎，他吃那些药就要消灭那些间谍，哎，那些坏人在里面，所以就活得很苦，是不是？哎，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说胖子最好了，对不对啊？胖子还是减肥一点比较好，哎，多运动，瘦一点比较好。不过像我这样是天然的，没办法了，对。哎，那不过我也很感欣慰，我的弟子们哦都安慰我说，这样子阿舍利看起来比较福态这样子啊，哦，然后比较有靠五班怎么样，有派头，哎，坐得很稳这样子。但是其实我告诉你讲，我一向不量体重的，那我能走能跑能吃能睡，哦，能喝能拉能杀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不什么都不要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一天到晚去量体重，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哎，然后一直要求苗条，你苗条有什么好处？对不对？这个女生苗条还是期待男生来追她，那男生苗条干什么？对。哎，所以我说一向都不量体重，哎，那就自然就好，哎。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啊，有自相、他相、众相，然后受者相拿上来。受者是什么？受者相，那现在是进阶啊 ，advanced meaning， 生灭相。为什么？因为寿命什么？有一段时间嘛，有生有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起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生有死就有生灭，那有生灭相，有生死相，那既然见有生死相，那一定贪生怕死，对。但菩萨不能贪生怕死，对不对？不能有一种怕死的菩萨，对不对？哎，菩萨如果怕死的话，如何为众生出生入死呢？是不是为度众生？对啊，那所以那如果见有生灭相，也就是说有生死相，那就还没到正解无生的这个地步啊。所以菩萨一定要即使没有正也要解，信解无生啊，所以不依有生有灭，而依不生不灭，这样子，这样才能成为菩萨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依不生不灭的话，那就很容易入无我法，对，就那了却我相。如果不生不灭，那入了不生不灭这个大原理、大原则的时候，或是大智慧的时候，那么这我相自然消融，你知道吗？这阿难战佛记，消我一劫颠倒想，对不对？那因为起般若大智啊，照见没有生灭，所以一切颠倒想就消灭了，就溶解了。那这个颠倒想从哪里来？从我相生灭来。你有我相就一定有生灭，有我相导向生灭，所以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最后总结是受者相，就是生灭相。所以一切有情都入于有生灭，凡夫见的都是有生灭，有生灭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众生最难度过的一关就是最后的生死关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菩萨就很容易度了这一关。
因为智慧开了。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是非常实际非常实在的东西。这是我看的。你看可能很抽象，对，我看是很具体。好吧，所以你如果还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那就不是菩萨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呢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这句话又很令人 confused， 是不是？实无有法，是有一个法，实在没有一个法。一个法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了，这里是指一样东西，没有，实在没有一样东西称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没有意思，是语为助词的，这样的，实在没有这样的东西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你不要笑，就发阿耨多罗中三藐三菩提心的不是东西。可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啊。你若把它看成是东西的话，那你就不是好东西。那为什么？你看这难解嘛，难解要能解。第一个，什么叫菩提？菩提就是觉，或是觉性，而觉性是本有的，本来就有，只是被覆盖了，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不是没有，不是不见了，是有，但是被覆盖了，这样子吗？所以因为菩提本有，那你发菩提心，那个只是称为发菩提心，不是真正发。因为真正发菩提心什么意思呢？那发菩提心要变成是发觉的意思，这依《圆觉经》讲，所以我们又回到《圆觉经》了。所以我们下一部经就要讲《圆觉经》了。你看赞不赞？所以因为这个菩提是本有的，这个矿本来就有的，金矿本来就有的，就在埋在山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谁把它埋在那里面，它本来就在那里面。但是你要必须要探测到它的所在，然后把它挖出来而已。不是叫你真正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发菩提心。那个发好像是生的意思，发生嘛。对，但是菩提心是没办法生的，菩提心本来就有。你不需要你再去生它，你只要去挖它就好了。挖宝，掘宝，把自心的宝给掘出来，挖出来。这样的吗？所以菩提本有，不用更发。这样的。所以菩提本有，不用更发。不用再去发，就是生了，不用再去生它，就升起菩提心，就没办法升起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，实无有法发菩提心的意思是，因为万法一真，而心佛众生三平等，心佛
与众生这三样东西都是平等的。心是总说，佛怎么成佛？因为以心而成佛，对不对？众生也是有心，所以是心总说的佛跟众生，也就是一切有情。那一切有情的心，然后佛所现出来的佛跟种种众生，这三个全都是平等的啊！因为什么？万法一真，万法都是一真如所现。所以那么你发菩提心干什么？我们都说这个全法说的啦，发菩提心，求菩提，成菩提，成佛道，成佛道，成佛嘛，对不对？但既然觉性本有，所以呢，禅宗所说的本来是佛啊，本来是佛，所以你就自心做佛。哎，那个十六观经里面也讲，自心是佛，自心做佛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本来是佛，所以这个心可以做佛。所以你做佛以疗愈来讲呢，是因为这个佛性已经在了，佛性本有，所以那这个佛性呢，就是真如本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万法都是真如本性所现出来的啊。所以呢，所谓发菩提心者呢，也是全说，这样的嘛，依相而全说。那如果依了义来讲的话，那个发菩提心就只是一个全变。可是呢，既然这个以无明堕落的关系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觉性被埋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要把它挖掘出来。所以挖掘还是要用方便，还是要怎么样呢？还是要首先要有仪器，对不对？探测，对不对？矿苗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也要有机械，对不对？然后要怎么挖？你不能用锄头挖，那挖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用机械，然后用两万马力的那个钻头去钻啊，那比较快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用锄头或是用铲子，那铲到什么时候？而更何况那个无名石，这太硬了，你那个铲子跟锄头这个一挖就钝掉了，没有办法再用啊。所以以相上来讲，还是有发菩提心啊。那但是发菩提心是缘啊，然后求那个本因，就是本觉，这样子啊。或是发菩提心是始觉，知道吧？啊，发菩提心是始觉，开始觉悟，第一次觉悟啊，最初觉悟啊。那这个觉悟是真的觉了，不是嘴巴说。所以一觉了以后，觉了什么？觉了很多啦，比如说人生是苦啊，所以不再求人生的快乐；人生如幻，所以不再求人生的种种这快乐的事啊。那始觉啊，那觉了唯有佛法才能令人得安乐，才能自度度他啊，了生死烦恼。那始觉以后开始有动作啊，始觉就是一个最大的动作，是内在的动作，然后开始求本觉啊。那求到本觉呢，就本有的觉性啊，这就是胎藏界，胎藏本有，对。
就像母胎母亲怀胎一样，那个是最初的本来的啊、哦。然后由本觉经过这个52位修行入究竟觉，那就成为金刚界啊，就成金刚佛性，成就金刚佛性啊，那乃至于金刚身、金刚菩提啊、金刚舍利，所以宝切印陀罗尼，宝切印是金刚界，所以宝切印陀罗尼具有如来全身舍利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因为它是金刚界，所以你看，女生最喜欢金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钻石，哎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对不对？它非常迷人，对不对？那如来金刚舍利、金刚菩提亦复如是，哎，挂在天空大星星，哎，啊，所以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称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。那只是你要注意那个实啊，把那个实字圈起来。所以这是以实法来讲，也就是实法是什么？实法就是了义的意思了，了义究竟的法来讲。了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究竟了。以了义究竟来讲呢，实在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啊，没有这么一样东西啊。可是，在现象界上，在相上，这是性上而言呢啊。那在相上，什么叫相上呢？就是现象界，在现象界，一切法还是因缘和合而成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众生的无明乃至于解脱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这个现象界还是有发心，还是要发心。那因缘如幻。啊，生出无明，然后生出这个如幻的痛苦，所以要用如来的如幻三昧，啊，如幻智、如幻定，来解脱这个如幻的烦恼痛苦。因为你身在幻中不知幻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在迷中不知迷。那若知迷就不迷了，知幻就不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所以圆觉经说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你看漂亮吧，在不在？所以我这个是在卖预售屋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。那众生为什么堕落？为什么迷惑？为什么生死烦恼痛苦而不得解脱？都是由于不知，都是由于不知，所以不知佛理，然后不知这个事实的实相。所以就到处乱蒙，乱蒙的结果就变成广东人说的蒙查查。
发音可能不正确，不晓得啊，不可能还好，哎，所以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于意，这省了一个字，如意，于你的意思，看来怎么样呢？你认为怎么样呢？啊，如来就是这个释迦佛自称啦，啊，我在这个燃灯佛所，在久远久远以前呢，我的这个受记本师燃灯佛那个地方，哦，我在那里修行的时候，不只是在那个地方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不是去那边度假，哎，或是或是去看一看，他是在那里修行、学法，哎，供养燃灯佛这样的啊，那。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有没有一个法称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哎，那我把它得到了，就是什么？掏到宝了，掏宝！哎，否也，世尊。如果解佛所说意，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那个三是正的意思啊，这梵文是正的意思。阿耨多罗就无上啊，阿是无啊，耨多罗是上啊，阿耨塔罗三藐三菩提啊，那三藐。正等三波底正觉这样，须菩提就回答说，假如我真正懂得了佛所说的道理啊，那佛意是这样子说，佛您在这个燃灯佛那里修行的时候啊，无有一个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称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什么？因为得就是有，那么得就是拥有。那如果有得的话，就是有拥有。这有拥有的话，就堕入十二有之。生死轮回的十二有之，爱取有，对不对？无明言行，最后到爱取有，然后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那如果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么就还是落入了爱取有，还是在十二有之十二因缘里面轮回，所以说得菩提，那就正好就不得了。正好就落入轮回了，又掉下来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三藐三菩提很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所以你一得了以后就哇，太重，就掉下去了。啊，佛言，你看，所以不是我笑而已啊。佛言说：“如是如是，嗯。”赞赞赞这样的啊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那实在没有一个法是如来所得的而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样称为无上正等正觉。没有这么样的一个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无上正等正觉不是一个东西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子，好像摘一个苹果这样子拿来，哎，乃至于说咬一口，然后就有智慧了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对，那跟神话
神话讲到后来变鬼话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开一个矿业公司，对不对？开矿、采矿，然后炼矿，啊，听懂吗？这也是圆觉经讲的。开矿、采矿、炼矿，开采出来的时候还是粗矿，对不对？矿这个金子含着矿石还有沙啊，这个开了，把它先打开，然后采出来，采出来然后再炼啊，那炼的火候越久呢，这个金性就越纯，这样的，所以最后就全是金，纯金。Solid gold， 啊，那也是女生最喜欢的东西之一。忽然想到，很久没有人讲这个话，我不要讲，我用写的。其实拜金有什么好？你要拜钻石才好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如果拜宝切印塔的话，那就是拜钻石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比拜钻石还好，你知道？所以要多多的拜宝切印塔，而且绕塔而行，这样最赞，对，身心内外都变成有这个舍利啊，有宝石这样的啊。